最近啊，有不少水友在我的评论区啊发他们的那个劳官流。就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刷新了一下评论区，又蹦出来一个，那天使三杠十一啊，光辉三杠十，他妈的，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内耗。不过还好啊，现在我补牌了。换以前我单排的时候，那肯定要对吧？这个视频要狠狠的攻击策划了。但是因为补牌啊，上分比较安稳，所以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。我现在总算摸清了。注意啊，打五排一定不要加好友，你就点开房间，点右上角的那个二维码，用那个房间号来组五排，一定不要加好友，知道吧？你们这样打五排的话，对面的五个人贼菜，并且你们的战绩啊都显示是单排，而且对面啊几乎没有配合。我怀疑这么排啊，对面都是那种双排和三排的，因为他们毫无配合。你像正常的啊，好友五排都有好友的情况下，你排的那种车队你根本打不过。但是没有好友，你换成房间码，那排的人就跟对吧，就跟五个人都单排的一样，怎么打怎么赢。什么？你要问我没有好友怎么办？没有好友去找好友，实在找不到啊，单排。但是友情提示啊，新赛季我单排42的胜率，然后通过刚才的五排的方法打回62胜率了，输的局基本上都是翡翠局，钻石局啊一马平川全是赢，还撞碎了很多拉分车队，就是方法跟我们一样，都是不加好友，房间码五排，有一个人段位很高，宗师。同时还有国前十的英雄，然后四个人啊都有那种钻石的号、翡翠的号帮他拉分。按理说啊，这种人应该很厉害，结果被我们啊随机的几个水友给打爆了。所以啊，很多国服他其实没有那么强，他强在啊会摇人。我记得以前啊，这个房间码没出的时候，就有人啊不加好友，用那个大厅招募进队，然后战绩啊不显示组牌，把把乱杀。我当时也好奇啊，系统不制裁他吗？现在我搞明白了，就是这种方法，包括某些人啊，尤其是那些小代。特别喜欢对你们说，菜就多练，对吧？你打不上去就是你菜，赶紧花钱来找我吧，别听他们吹啊，别信，小代都是组团取暖，就是用这种方法上分的，没有人会傻到单排去给你打，人家追求的是效率，战绩显示单排只是单纯的没有加好友。最离谱的是小代喷我破坏环境，说我天天说机制，对吧？让玩家都不想玩了，合着我是设计师啊？这机制是我设计的，普通玩家说就罢了吧，对吧？代练本身就破坏游戏环境，你还来说我，你代归代，对吧？挣钱嘛不寒碜，但是你跳出来啊说别人，那就很怪了。热度低，单子少，对吧？那跟我没关系。真正的原因啊，懂的都懂。你不敢找那些人啊，你来找我，放一个所谓的啊单排战绩图，告诉别人菜就多练，那你怎么不直播打单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就这把游戏是不是很简单？对面有大师的，我们五个人里面也有大师的。但是如果说新赛季啊，你单排想从翡翠二打到大师，你不熬个100把也很难上去。但是你像我这样啊，搞这种扫码五排，打起来就是很轻松。只要你有传说的技术，让其他人啊选个阵容配合你，打十把也就输2把。这种方法本来就是那些小代发明的，现在策划很贴心啊，搞了个房间码，现在更方便了。所以你要是没时间打的话，可以找小代；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啊，你对吧，找这种五排也好啊，或者是你用那个劳官打法也行。反正不要内耗自己啊！那些所谓的高手发个连胜的图，你就觉得他们很厉害，背地里的套路老多了。包括那些国服前几，对吧？啊，卡分，对吧？五排拉分多了去了。他们所谓的单排乱杀，全是这种，对吧？不加好友组个五排，战绩显示单排而已，然后放出来呢，装个逼，让你们觉得他很厉害。这个游戏不管再怎么简化，还是偏团队的，根本不存在啊！机制制裁你，你一个人靠技术啊能连胜，纯纯扯淡。职业第一天都40胜率。他们比职业还屌是吧？所以新赛季啊，你单排玩家不要内耗。你看别人单排哇乱杀连胜啊，他们怎么这么厉害？是我太菜了吗？就看我直播的对吧？你看我新赛季单排的时候，我都被打得精神恍惚了，弹幕全是骂我菜的。为什么会菜呀？因为队友不当人呀，一直送啊。对面经济高了，不需要操作就把你秒了，所以我自然打得就不好。然后打了几天单排，我受不了了，就拉人啊打这个扫码五排，瞬间我就成战神了，把把 MVP， 把把乱杀。不知道的啊，还以为我换人了。很简单对吧，五排开着麦都是自己人，你去抓他们就配合给技能，所以节奏就很流畅，打起来啊又感觉我变厉害了。你换上单排，系统不制裁你的时候，队友正常一点还能玩，一旦制裁你了，你去帮他们抓，你上去之后呢，他们在后面补兵，然后你又记了，然后怀疑自己啊是自己变态了吗？不是变态了，就单纯的没人配合你。因为这个新赛季啊，很多水友都私信我单排打不动，打了自己想崩溃想退游，所以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回复一下你们，不要去内耗，知道吧？凭个人实力啊，去赢是不可能的。真想好好的赢，就找人打五排，也可以像前面那个水友一样啊，走后门，反正就放平心态，日活打够了就能上分，
日活还没够的话，就不要硬着头皮去打，身体最重要。